Hello Hello， 各位小山圈们，大家早上好，中午好，晚上好，我是莫莉莎。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玩我们的亨利火柴人。那如果喜欢这个系列的话，别忘了留下你的留言，然后帮影片点个赞。那我们上次呢玩到了这个 Episode 2 Stealing a Diamond 偷钻石的部分哈，都还没有开始玩过，来吧，看看剧情怎么样。偷钻石欸。As the mayor, I hereby declare the Tunisian archaeological exhibit. 怎么那个字的字形有时候长得不太一样？ Open. 那个字幕的字形有时候长得不太一样。这是一个展示在博物馆里面的钻石了。那我们要选哪一个呢？正面突破跟悄悄潜入。我们就从正面突破开始吧。正面突破应该有蛮多结局的。这什么东西？机车？滑板车？连机车都不是。好，踢了，然后咧？失败。我只不过干掉了一个，这是什么？哦，我成功了吗？ Whoa, we got a breach headed towards the medieval section. Roger that. We're preparing to engage. Over. 啊，被干掉了。我随便选一个武器是吧？长枪，这一定行啊！我把自己干掉了。这个盾，盾应该可以啊，我再猜。After that, they just up and arrested him. Whoa, really? Yeah, that's when I decided I should probably get a different job. I figured night guarding is much less dangerous than driving it. 就这样出去了，超简单。哎、欸、哎，两颗星，两颗星，这什么 GTA 吗？树枝。喂，逃是逃走了啦，可是钻石呢？石头，石头，石头。No, Johnny! Officer down, repeat, officer down. 哇，还有直升机，这什么？这个泡泡是什么东西啊？哪里来的？好强哦！Sir, place your hands where I can see them. 跳下去总算成功了吧？哦，成功了，偷到钻石了。不过刚刚好像有超多条路线可以选择的，这是其中一个结局。我们来看看其他路线会怎么样啊？这边如果选跳会怎么样？好，直接失败。OK， 闯是闯进来了，刚刚还有好几个选项没有选过呢。这边刚刚因为我一开始选了盾，我这次选这个武器看会怎么样。好，直接掉在上面了，失败。哎。哎哎，连前面的篮子都装不下，这钻石到底有多大、啊？哎哎哎哎，我来不及选啊！石头应该选过了，石头选过了，对，还是选石头。哎呀，干掉这个！击手来了，四号选另外一个选项，这什么东西啊？黏黏球，黏在手上自爆了。嗯，好哦。
还什么选项可以选？有点忘记了。这里，这里，这里，这里会最后会被抓。Put your hands where I can see them. Bribery is a federal offense, sir. 还有贿赂？奇怪，通常有用的。Sir, place your hands where I can see them. 我就开，爆炸了！我看还有什么？还有别的选项吗？没有。那如果什么都不做的话，会开枪吗？如果什么都不做也会开枪的，对不对？就是你逼我的。do something 啊！这我想这条正面突破的路线大概就是这样了啊。我们来看看另外一条路线，悄悄潜入。哎，怎么那么多选择啊？哇，走上面，再努力一点，再努力一点。哎，弹去别的地方了，完蛋了。刚刚游戏致敬的是好像是那个青蛙跳水是什么东西的吧？然后那个跳青蛙，然后下面会有鳄鱼，一个 fresh 的小游戏呢。这个呢？这是什么？反重力的圈圈，很奇异。你很幸运，我真的很想去宇宙看看。就这样上太空了是吧？又是这个传送装置哎，这传送装置每次都超猛的，都传到神奇的地方。成功了吧？钱钱。一块钱就传过去了，这么简单。你真的觉得这有用吗？这个，这个。雷射切割。哎。下面有一行字反过来的是什么？哇哦，好猛的控制力道！啊，接下来怎么拿出去嘞？大炮吗？大炮一定行。是啊，不行了啦，这个不行了啦。哭啊！我要选气死这种，选木板啦、啊，木板。And after that, they just up and arrested him. Whoa, really? Yeah. 成功了，真的假的？这样悄悄的，直接扭断他的脖子。别！那钻石直接丢吧。钻石好强啊！哇，度假喽！发大财，吃鸡腿，耶！在钱堆里面游泳。那我们来看一下其他路线会怎么样哦。OK， 我又回到警卫这边。这次呢，我有枪，我选这个枪。他还伸懒腰躲开了麻醉枪。是没子弹还是那个麻醉枪的子那个针就是卡弹跳出来，然后插到自己的下巴？什么拳头啊？非准拳。这里有一个神奇的隐形药丸。真的隐形嘞，可是，
Oh, look, a penny. 刚刚没有选过的选项是这个神奇的步枪，传送门吗？传送门枪啊！传送门枪，哎，这个哇，这个解释也太多了吧，我不太想看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起司的选项。吃了起司，然后呢，你会变强吗？哈什么？认真的吗？And after that, they just up and arrested him. Whoa, really? Yeah. OK， 然后回到这个地方，还有两个选项没有选过，直接偷他的步枪。哎，你怎么都没打中啊？枪法也太烂了吧！我就跳，失败。好，我想这就是这条路线全部的失败路线了。那接着呢，咱们还有下面的这条路线还没有选过呢。来吧，这个神奇的光线枪，哎，是缩小光线呢，好猛啊！这什么东西啊？啊，巨大蚯蚓。其实蚯蚓没有很巨大，很普通。啊，被蚯蚓干掉了。我就直接挖吗？这么神奇的吗？好，苦力怕。Yeah, so apparently there's something in that cake, and he used it to escape, and then I got fired. Pretty lame, huh? 啊，你是同一个。Please shut up. 就是那个警卫没有检查的。我直接拿枪。不行啊，这个枪里面当然是没有子弹的呀。你认为他们会留下真正的炸弹，而不是未爆弹留在博物馆里面吗？根本不会爆飞机。I gotta warn some. 哦，两条路可以走，直接闯进去哦，直接闯进去会怎么样？绝对不行的吧？只有绕路的选择。那个跑步的姿势也太火影忍者了吧！快到了，快到了！两个警卫，该怎么做呢？外星人，去！这个梗应该是战地时空吧？这个，啊，这个也是战地时空的梗吧？这个撬棍长得就很像啊，一定有致敬。啊，有来来来，这个才是啊，这个才是真力时空那个，刚刚那个是异形，哈哈哈哈，这个什么啊，大师球，哈哈哈，噔噔噔噔噔噔，哈哈哈，宝可梦，去吧，哎，怎么破图啊？这是以前宝可梦宕机的一个梗吧？哎呦，蓝屏了！这是以前宝可梦玩游戏的时候，好像会出 bug 的一个梗，不知道是不是紫苑镇那边相关的东西呢？蛮有趣的。吃香菇，我变这么大了怎么办？为什么变大了晋级的巨人就不怕子弹了呢？变成晋级的巨人就不怕子弹了。恐龙是怎么孵出来的？太神奇了！哦，这什么地方啊？
Sir? You might want to come look at this. I'm getting chaos readings at 10.6. It's coming from the museum. My god. It's over 9? Yeah. I'm leaving this decision up to you, Corporal. Just hit one of those buttons to deal with this pressing situation. Who's watching TV? Get back to work! Sorry, Chief. I'm going back to work again, sir. 按钮吗？好，这个，这什么按钮啊？计算机1337除零，不能除以零啊！计算机不能除以零的梗，核爆。321之后就要核爆了，大家同归于尽啦，拜拜，直接搞定了。这是什么奇怪的齿轮？啊，丢了什么过来？巨大化机器人，他手上有电锯呢。直接逃跑了，他没有拿到钻石哦。这也是一个结局吗？还是算失败？直接逃跑，没有拿到钻石，没有，还没结束，还没结束。哎，为什么钻石来了？天下第一幸运儿，怎么可能啊？再来带各位看一下其他的选项，这个之前没有选到的，奇怪的穿墙装置使用教学。好，是一个液体化装置呢，直接变成水了，水啦啊！但是水会往下流嘛，所以由高处往低处流的结果。So apparently there's something in that cake, and he used it to. 这个 security 就是之前在银行，应该说对，是银行，另外一家银行的那个保险，他没有检查，就是因为他没有检查，所以被开除了。I gotta warn some. 我想说，为什么被炮弹击中之后就变小？原来是马里奥的梗啊！刚刚看第一遍的时候还搞不太清楚，看第二遍就懂了。最后一个选项，这是什么东西？这个有点像那种什么卫星轨道炮的感觉，什么卫星轨道，然后卫星就会打从天上打雷射下来。神奇的按钮是这个吗？真的是嘴炮的雷射，我就知道。好大！好的，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偷钻石的所有路线的选择啊。那我知道还有一些失败，但是那些失败呢，应该是 QTE 的失败。QTE 的失败我就不呈现在影片里面了。那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的下一次的 Episode 3， 大家期待吗？如果期待的话，别忘了点下你的订阅以及小铃铛。然后刚刚前面有说要帮影片按赞的嘛，对，按赞支持一下这个系列。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莫丽莎，我们下部影片见，拜拜。